街坊上邻居什么的就说，会不会是老人岁数大了，血脉不通，老太太总是有问题嘛？庄医生就说看看。这捡着皮捡着死狗，真的厉害呀你！女儿一去了，就给老太太买好多吃的，她都给吃了，不给老太太吃。老太太每天给订奶，她也不给喝，她给喝了。